在我哋成個場咧216間鋪啦，實際簽咗租約大概係50%多一啲，有25%而家仲裝修緊，傾緊未動筆簽約嘅咧，大概又有25%。一換嘅話咧，全部有70%係已經係有著落噶啦。我開了3個星期，咁然後都有啲客係即係重複 regular 客會翻嚟再玩咁樣咯。有冇信心有信心，因為其實個場好多配套啦，咁最主要就係有嘢食有嘢玩，即係香港嚟講有嘢食有嘢玩同埋有買嘢嘅地方其實都好少，咁但係只不過係即係第一部分要俾人知道其實呢個場係有喺度嘅，咁然後話俾人哋聽新田其實唔係好遠，即係搭交通亦都方便。咁啲人嚟到嘅時候，其實嗰、那個即係我聽到嘅 feedback 嘅反應其實都幾 positive 咯。